那個和尚就唉，我睇錯咗啦。
成要嚟好高興嘅，連大盤都大捉人一個，都咩搞錯大捉一個？傻啦，唔係咁噶，唔係個聲個聲唔係批得曬你嘅，啊命可以改嘅，命係可以改嘅，喺上先生佢只可以睇你先天嘅命，但係後天嘅命可以改。袁了強話：改得冇講錯啊，得㗎，唔係教你做咩啦？啊！教你嗰樣嘢，每日你做功過簿，你功過簿，好。咁都唔係講緊啦，啫。你就係每日揾翻你自己，你就自己真係自己同自己講：我今日做咗咩好嘅嘢，揾咗白點；我做咗壞嘅嘢，就先個黑點咁啊！你自己唔需要俾人睇，你自己睇就得。你每日你就做功課好啦，咁然之後佢話：我功課好得啦，揾命就係啊，功課好揾命，真係啦，好簡單嘅，你個功課好就可以你揾命啦。於是乎佢就話：啊，咁一次可咁啊，好聽話嘅喎，可能注定我要寫功課好啦。咁注定要做就做咯，就係咁做啦。所以乎真係寫功課，咁於是乎佢就誒揾日啊，三十分一望下，哇死亡！嗰啲黑點一大堆，白點就兩多，自己都唔得嘅喎咁樣。於是乎就自己嘅黑點多嘅咧，佢過咗就反省自己啦。哎呀，冇錯，又冇錯，又冇錯，點冇錯？因為白點如果少太少嘅，係要做多啲，要做多啲。佢嚇慢慢咧，佢黑點少啲，白點多啲。咁跟住咧，今次咧，咁佢話嚇，到到幾時咧？我哋咧就應該啊，嗰時幾時幾日咧？差唔多點死㗎啦，死啦點算咧？咁死唔死就死啦，攰啦，我唔死喎，死唔死喎？都係個死個先生，佢第一次錯咗喎。啊，跟住咧，跟住就話佢睇住你今日冇仔㗎啦，唔死得㗎。你跟住啊，個太太生咗喎，係咯，啊仲生兩個仔出嚟添喎。啊，嗰啲仔咧就非常之顯赫㗎喎。咁於是乎，佢發覺原來命可以改。咁改方法咧好簡單，第一樣嘢就是、每日做個功過簿，咁又有啲嘢。該死就可以唔死，該冇仔嘅變咗有仔，該冇錢嘅變有錢，命可以改。於是了凡四番就係佢啊，完了凡先生自己經過之後咧，跟住佢俾佢嘅仔女咧，啊有四個分事，咁啊好精彩，好精彩點算？大家如果你未讀呢本書咧。一定話俾人睇下，好多時好多人啦，你啲喺佛教團體嗰度咧，就通常都會有嘅，因為去書局可能都會買到嘅，好了氣嘅本書。好，時間天師日換嚇，鄭師姐見到笑嘅，好似你讀過，係啊，好似係笑過。啊，咁啊，所以就係如果一個人嘅修行咧，一個修行就一定要去不斷咁樣去。寡愛面啊！最多知道我做得，我錯，做少啲，寡其過，唔係冇。啊，我哋凡人，你話想真係完全冇過嘅，好難。但係少啲已經好啦。咁但係，譬如八六九，佢話真係，佢依然雖然退休，佢但係佢對佢生命提升，佢冇去停過，繼續做。咁而但係咧，師姐出佢話佢只有師傅，師傅。佢話讚歎呢個使者點解啊？因為佢能夠非常得體咁樣去應對，亦都使者講嘅嘢等於就係佢八六嘅講嘢。呢個做使者，你嘅工作就係代派你去嘅各位君王老領袖好，所以佢能夠孔子就非常之讚歎呢個使者，好了不起咁樣，能夠等於佢八六喺面前都係講啲咁嘢㗎啦。讚歎佢，咁呢個就係、呢句就係講緊嘅，就係我哋做人咧，你唔好話哦，退休之後咧，跟住咧我就可以係享受人生啦，唔係咁意思。你學習係冇止境嘅，一直要學到死嘅人都要做嘅咁樣。咁所以，但係咧，跟住落去就第27、28句，27、28句就係子曰：不作其位，不謀其政。咁呢個亦都係咧，就係、你講翻當時嘅事實，其實呢個
咁呢句説話咧，即係睇完之後，啊，真正。咁其實呢句同其實跟住第28句，曾若君子思不出其位啊，喺朱熹嘅雜誌嗰度咧，就將兩句分開嘅。咁但係其他嘅版本咧，呢兩句係黐埋嘅，應該係黐埋啊，因為都係無端。其實咧就係孔子講嗰句説話，阿曾子就係解釋呢句説話。曾子解釋呢句説話，如果唔係咧，無端端突然間舉句出嚟咧，係冇意思嘅。所以呢兩句應該係一句嚟嘅。子曰：不在其位，不在其位，不問其位，不問其姓。甚至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君子思不出其位呢句説話咧，亦都唔係曾子講嘅。呢句説話去讀阿根阿黎老師上堂嗰啲就知道啦。呢個係艮卦嘅象詞。
双喜帖啊，双喜帖呢，来看一个好在众，啊，在众很高兴讲哦，非，差不多时间，啊，佢同我非好嘅朋友，啊，我非俾人同佢去，其实唔关事，表示系阿宋国忠有条沟嘅问题，佢就想杀咗啊我非，咁啊韩世忠亦都被逼去退休。咁啊，佢哋都係主戰派，啊，西方同埋啊啊，非洲主戰派。咁就佢哋想去做北伐嘅，但係霸將俾佢哋踢咗。啊，咗之後佢做咩嘢？佢就騎路再走由西湖，佢每日就做咩？騎咗路，跟住走由西湖啊！啊，佢話西方係霸唔係霸商霸將，佢唔做將得先。啊！咁以前佢就點話？佢騎路每日就騎著馬都冇嗱。佢喺宋朝咧係好少馬嘅，南北宋已經少馬啦。咁啊喺南宋咧就更加少馬，由西越口不談國事。嗰啲咧都係一個中國人嘅一個讀書人嘅方法。我打仗我就每日做咩啊？騎住一路，係啊！啲南宋嘅首都就喺西湖，係大家又去西湖啊！我第一次西湖，啊就係西湖第一個感覺就係我終於明白點解南宋會亡變亡。太靚太舒服，真係太靚太舒服。你的手都咁樣做呢個地方嚟打輸，你唔會好難激發到你人嘅鬥志嘅。所以你真真正正咧，你係真係要去，因為國家首都咧就唔千祈唔好去揀一啲好好舒服嘅地方，對你國家冇好處。孫中山先生咁就好了不起孫中山先生當時嚟講咧，講話，佢就佢話，如果我哋當時選首都，中華民國選首都，孫中山先生如果我哋個睇我哋自己嘅境界啊，佢話最順理成章嘅而家就北京，當時叫北京做首都，因為點解咧？明朝、清朝、清朝都係北京首都最容易，咁做到尾都係減咗佢啲，不。南京係唔適合做首都嘅，南京係一個唔適合做首都。喺南京嘅做首都嘅錢咧，冚冷真係短命嘅錢。南朝、宋朝、梁朝都係南京做首都，每一個唔超過五十年。所以南京係一個太舒服嘅地方，唔適合做首都。咁北京可以，如果唔係咧，佢哋仲想要。真真正正地每嘢中國好咧，翻去西方。咁啊，孫先生，如果你真係我哋胸懷大啲咁得嘅咧，最好嘅嘅首都邊個啊？伊犁。啊！呢、這個真係好大胸襟先講得出咁樣。伊犁，不過我著眼嘅唔係其中國，我著成個亞洲，包括歐洲。咁我就發現伊犁一個唔係一個。好發達嘅地方喺嗰度做首都，你可以你去規劃，唔係只規劃中國個少少地方，規劃成個亞洲歐洲，我係佢嘅中心點。咁啊，但係孫先生揀嘅地方都唔係一個非常之啊，呢個叫好舒服嘅地方，都係一啲比較坦白講。
年咧就開始嗰陣時啊，就係五大十國嗰陣時咧，就將燕文十六州講咗出嚟，即係喺個宋朝嗰度咧，佢北方嘅地方係冇嘅，而馬咧就一定要北方大漠地方先養到馬。所以如果你大家有睇過《清明上河圖》，《清明上河圖》有見過嘅，你仔細啲睇翻，你先知道成個圖裏邊冇馬，只有羊。當時咧，佢汴梁咧首都嚟啦，已經係咁啊！即係就算北喺北北宋時，嗰時已經唔係南宋，北宋時期。所以當時南北宋佢嘅一種弱嘅其中原因，就話佢養唔到馬，當時係冇馬。嗰馬咧，產馬嘅地方喺北方，冚唪都唔係北宋嘅版圖。所以去到南宋就更加弊啦。所以南宋其實要去北伐咧，容易嘅。但係當時其實都有唔少嘅好嘅將軍可以做得到，只不過當時就係接受宋高宗佢嘅私心太重，佢就好驚北伐成功，揾翻佢個老豆阿爺翻嚟，揮金而終，咁點算啊？做咩好啊？咁樣呢個幾多事？咁但係去到西門嗰度，佢就係做皇帝嘅時候，從絕口嘅國史嚟睇。一個中國一個王者嘅一個應該有嘅風格，呢個有嘅風格。咁就所以我哋呢個係真係，如果你知道在位嘅人佢一定平衡好多嘅嘢，但係你唔係在位嘅，你冇可能完全知道。所以最好嘅方法，你唔好問你可以講，你如果唔係咧。你可以提意見得，但係你就唔好不謀其政，你唔好想先真係做。你提意見可以，而所有嘅好嘅清明時代都會聽意見，但係你唔好話我想去做咁樣，呢個咧於是會天下大亂嘅。咁而家我哋喺呢個社會嗰度見到有啲嘅亂象，亦都喺呢度一啲根本佢根本就唔知道，咁於是乎嘅好多意見，咁就搞到社會有亂咁。咁而跟住亦都講嘅，君子第29句，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咁呢個就係話，如果君子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一定要做言行一致。咁而喺《論語》裏邊好多好多地方都係講言行嘅。咁你各同學你已經聽我講過幾次啦。喺《論語》裏邊。《論語》的源頭是《易經》，《易經》的源頭是在《尚書》，《尚書》裏面，我最多是不是《易經》源頭，儒家源頭是《尚書》，《尚書》裏面有一首字真言，人生為藝，道生為美，這個為決為一。品質其中就係中嘅啫嘛。咁但係我哋講啦，即係喺《論語》咧，喺《易經》嗰度咧，記得好，《易經》孔子咁寫嘅《太子傳》嗰度咧，就曾經講話言行，言行就係君子書記，就係君子嘅轉捩點，就係你嘅言行。你做一個君子，因為唔做君子喺邊度表現出嚟，就係你嘅言行。言行書記之下啦，榮辱自處也。咁啊，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可神。所以咧，孔子係你要修行嘅話，你就要顧住你嘅言行。言行從邊度出嚟嘅？從你心境出嚟，係從你心出嚟嘅。言行從你心境出嚟，呢個就等於喺佛家講嘅，你都要。修行嘅，你修咩啊？身、口、意、修心係點修咧？身、口、意，身就係你行，口就係你意，意就係你心。所以佛家講嘅身、口、意，同儒家講嘅修行又係唔一樣。你都要做好事，用乜嘢啊？用你言行做好事。
你做壞事，有咩辦法做壞事啊？用你言行做壞事，除咗你冇任何工具，你做好事做壞事，諗清楚。你無論你做好事好，做聖人好，你做魔鬼好，你只可以透過你嘅言行去將你嘅心發咗出嚟。所以呢個言行就係其中唯一嘅通道。等你去修行，上升又好，下沉又好，都是在你的原行。所以論孔子他在《易經》是指的他言行君子之書經，有些醫生說這句話要書經，書經現在天主教主教上面就叫書記，有人叫書記主教錯嘅，就叫書記，就唔係書記主教。書記係一個管主教嘅人，呢個就係一個成個地區啊，佢個收銀好唔好就係靠呢個人。呢個書記就係一個呢個門啊，你開佢插嗱，都係靠嗰個門嗰個嗰個裏面行嗰個書記其實，跟住書記啊，榮辱之主也，呢個就跟住書記。所以言行都要做到咩咧？就言行係完全要做到一致。咁亦都係咧，就係君子思義其此其言而方近。啊，因為君子啊，我哋會羞恥咩咧？我講嘅嘢做唔到。咁呢個世界咧，好多人係犯呢個錯誤嘅。好多時就話啊，同人聽講嘢，講我哋講到天啊，真係天下無敵，一做就係一文不值。咁呢個社會度唔少呢種人，咁但係就好似話，如果呢啲咧恥辱嘅，你講得出做唔做嘅恥辱，咁你情願講少啲。所以《論語》嚟講，周時都教我哋嘅，佢話得次佢話喺《文衞經》第二嘅第十三句，第二十三句好出名嘅。只要問君子，咪中第二個 chapter， 第二個 chapter 啊，嘅第十三句，嗱，為政大家咧，為政啊，第十三句啊，君子只要問君子，只要問孔子，做君子嘅點做啊？佢話先行其言，以後從之，做咗先講嘢，做完先講，唔好一開始講咗先，講咗先先做，分分鐘你講完做唔到。先行其言就從之啦，呢個咧就係講嘢講少啲，做嘢做多啲，咁呢個就真正做君子嘅方法。咁若最講得好恥辱嘅咧，就係如果你人你去做到你嘅君子係呢個君子講得到做唔到，咁呢個佢覺得係一件好恥辱嘅事，咁呢個係好重要嘅。咁而講嘢嗰陣時咧，亦都係睇你嘅時機。你咩時間去講？咁喺《衛靈公》第十五個 chapter 嘅第七句，呢個都係講我哋幾時可以講嘢咧？咁啊，你講完兩句已經好過隨便擺幾句出嚟講。咁頭先聽到佢話：可語言而不語之言，就失隱。《衛靈公》第15嘅第七句：可語言而不語言，你該講嘅嘢。你就唔會講失人之善故啦，你就失咗人嘅信任，係人嘅同你嘅交往。不可語言而語之言就失言喎，你唔該講嘢咧，你就係講喎。幾時不可語言而之言咧？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你不在其位，你去謀其政，你去講啲嘢失言，呢個係你自己講出嚟。嗱，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如果真係一個有智慧嘅人，你要做到，我又唔失人，又唔失言，即係話幾時講嘢恰到好處，恰到好處呢個係難嘅，呢個就係好多時都真係，我不妥嘅擺喺度講啦，咁出嚟咁嚟得罪人就可能會係啦，明明自己唔知少少少少扮代表，咁我講咗出嚟，跟啲人錯嘅又會啦咁樣，咁但係所以呢個收自己言行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解釋。
咁而呢度咧，從呢然後咧，跟住一再推落去啦，跟住第三十句咧，就將你再發揮落去嘅，再發揮落去嗱，從然後跟住點樣啊？跟住佢話：主啊，君子道者三，我無能言；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啊，君子如果想做君子啊，有三樣嘢要做，好似好謙卑話，我呢樣都做唔到，就做到咩啊？仁、智、勇。嗱，如果就仁嘅不憂，智者就唔會有困惑，勇者就不懼。咁啊，佢話呢個就係君做君子嘅三個作用，三個方法。咁但係我一樣做唔到君子嘅，要記得咧，你要咁做啦。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孔子話：唉，阿夫子佢話佢唔得啫，其實得嘅，佢講嘅啫，佢自己謙虛啫嘛。嗱，咁人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呢個説話咧，其實之前已經出過一次。就是在子罕第九的第28句也都是講過智者不惑勇者不憂勇者不懼這句話呢就是啊呢個手機還大家看看那些那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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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就比較自知白明一句，佢最好啊解釋下邊個咧，你已經解經我哋用中庸去解呢幾句話，中庸就將呢句説話解釋得非常之透徹。亦都你睇到成個孔子呢句説話咧，是成個佢嘅思想體系裏邊嘅好重要的一部分。但係你睇完中庸，你知道成個思想體系，成個原套講出嚟啦。我哋嗰個呢度嚇。阿仲問政，阿老阿仲問阿孔子點樣先同為政之道啊咁樣。佢只有文武之政，步在方策。文武唔係話揾文文武，文武就係周文王、周武王。文武之政，我哋而家個周朝咧，我哋嘅政治思想喺邊度咧？就喺我哋嘅始祖周文王、周武王度。他們的思想在哪裡？報在方策，有寫下的，有記載的。方策就是說那些不思無書，就是策就是那些竹簡，一條條的，有寫下的。但是記下了那些政治思想，那些政治思想其實呢，就當時看得到的禮樂，用禮樂去治國的。那禮樂的所有的要求，記載得清清楚楚的。是不是有的，但是你是不是有記載了這些政治的原則，等於我們現在我們是有憲法，我們有法律，是不是有憲法有法律，當堂就於是乎個國家就治理得好呢？好像不是，其人權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是看人你的憲法好，你的法律好，你的咩嘅規例好，冚唪寫得清清楚楚，要人去執行嘅。其人權如果有適當嘅人喺度嘅話咧，即係證據，這個政治就可以能夠去發揮到出嚟啦。但係其人亡，如果冇一個適當嘅人嘅話咧，即係正式個政治咧就會消滅啦。咁所以其實咧話。人道敏政，事道敏恕。佢話人道啊，就係能夠去敏，敏就係做得快啲咁啫。如果你係快嘅就敏捷嚇，你能夠去將呢個政治落實得到，落實得快嘅靠咩？靠人道。佢話等於地道敏恕，等於你嗰個棵樹你做得好嘅咧，你揾好嘅地喐嘅地方俾佢嚇，有地喐地方俾佢咧，嗰棵樹就冇準啦，生長得快啦咁就。咁等於咧，你如果要去問政，我佢話要政咧，你就需要嗰個好嘅人去幫你執行你嘅嗰啲方策嗰啲嘅啲冚唪唥，嗰啲憲法啊、法律啊、規例啊咩嘢冚唪唥喺曬度，要人執行嘅。咁所以做政治，你做管理最重要核心係人。你唔要一啲嘅報在方策嘅一啲嘅記錄，要但係人去做。所以即係話，同一本《論語》，唔同嘅人，唔同老師可以教出完全唔同嘅學生，同一本書都不同。
你就係，所以真正教育最重要核心唔係書，唔係人。你同一個論語唔同嘅人，可以有完全唔同解釋，因為搞出唔同嘅人出嚟噶嘛。好啦，人人坐穩正地，坐穩樹翻嚟，你嘅政治做得好啊，做得敏捷啊，做得好啊，要靠人咯。個政也者，豪路也啊。不過政佢所以啊，所以做政治啊，好似你去種樹啊，豪路嗰啲生長得好快嘅一啲嘅雜草嚟嘅，豪路係啲生長得好快嘅。去幫你去做為政咧，嚇！你睇個人去做幾咩事？頭先講言行以身，修身以道。咁你修身嘅身就包括咗頭先講言行啦。你身嗰度你就修言行。咁啊，修身以道，咁你點樣先至可以管你嘅言行啊？係用道去做你嘅修身嘅指標。修道以人，咁啊，道咧就係真理，但係你修嘅真理用咩啊？人。用人呢、這個亦都係孔子嘅指導，對於得意人由於係呢個人啊，呢、這個張仲景人者人也，人咩啊？人咯，人就做好做人，人者就係做好人啊，做咩啊？親親為大，邊個最重要咧？你能夠親親，親親第一個係動詞，第二個係名詞啊，親親又能夠去親近、親愛我嘅親人，從呢度開始。我親人最親嘅咩嘢啊？一開始一定最親嘅係咩人啊？父母。所以親父母，我哋用乜嘢親父母啊？孝係啦。跟住喺屋企嘅地層走嚟走去，跟住從你最親嘅咩啊？兄弟嗰個叫咩啊？大咁樣。所以就親為大，從呢個開始嚇。義者義也啊！人義人咧就係、是。做好人的本分，義者義也，就是你做適當的事。適當的事是什麼？什麼叫做適當的事？尊嚴為大。你做適當的事，最適當最重要是什麼呢？尊嚴、尊重、尊敬賢德的人，找老師，一定要尊師重道，這個敬老尊嚴，這個就是做人的義最重要的一件事。親親之曬，第一個叫做殺字，親親呢個曬字，呢個殺字咧，如果你查開啲字典咧，大概有九個同你解釋，咁喺呢度咧，呢個曬，喺呢個唔係讀殺，係讀曬，係啊曬，喺開字典嗰度咧，就呢個讀曬咧，佢就。降日減削日，咁解咧？親親之曬，尊嚴之等嗱，你尊嚴咧都有分等級嘅，親親咧都有增減嘅，有啲即係好嗱，孔子儒家嘅思想嚟噶，咁佢咧就係話儒家思想咧，佢就係我哋咧就係推己及人，從自己做起，然之後去做其他人，減削咩減削，要降低佢減削啊！即係就算咧，你嘅親親啊，你講親人咧，都有唔同嘅去同佢去親近嘅程度啊，唔係完全一樣嘅。孔子嚟講，唔係講一視同仁，係親疏兩別，同親到錯，一定係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去做嘅。呢個就係儒家思想。咁呢個亦都就係儒家同墨家嘅分別。啊，墨家就話哦，兼愛所有人都一樣嘅。咁當時孟子留咗一句：，冇假
神係一樣，都係一樣，驕傲咁樣唔得，無父無分，含蓄噶，就鬧噶。馬克佢話啲含蓄嚟嘅，即係好儒家思想。佢話親疏係有別嘅，冇乜嘢。當然啦，我對我個爸爸，我同我對我堂阿哥，我對我個堂叔，我當然又堂堂啦。啊，同我個叔堂阿表嬸。都係親人嚟嘅喎，但係個對父對正嘅當然唔同啦。喺而家嚟講，天高地厚係唔同嘅。咁但係有啲思想就唔係都一樣，都係人嘅啫嘛，都一樣嘅咁啊。咁呢個咧就另外一個層次嘅。咁當然喺對佛家嚟講，真正嘅大慈大悲咧，呢啲冇曬嘅。啊，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真正嗰慈悲都仲可以有親疏有別。所以大慈大悲咧，就話無緣大同，即係你真真正正嘅咩大慈咩真正慈咧，就大慈就係我同你唔識三唔識間嘅，我都同你一樣去行一次嘅呢個無緣大慈，呢個就係佛家講嘅，呢個另外一個境界。呢個但係儒家嚟講咧，喺人道嗰度無緣大慈同體大悲。呢個就係佛家嘅，另外邊嘅喺儒家嚟講唔係，佢話親親之曬，親親係要有唔同嘅等級，尊而特尊重而人，亦都有唔同嘅等級，禮所生也。所以咧，呢啲就係禮出嚟啦。所以喺禮裏邊咧，就我哋係各人喺唔同嘅位置，我哋會有唔同嘅做法，呢個係好正常嘅，係嘛？咁啊，呢個就用點樣修身咧？就用禮嚟做。咁嗰陣時，不可以不修身，知修身不可以不事身，知事身不可以不知人，知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佢呢個未講天啊。咁跟住落去咧，咁就會下面講到君天達到五歲行之者三，達到五隻約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啦。呢個就出五咯。五者天下達到也，智人有三者。天下之達得也，咁啊，智人用天下達得，咁即係點樣嘅天下達得咧？就係今日唔講，下個禮拜先講嘅。好，今日講到呢度先。OK， 嗱，謝大家，係啦。好，肅靜，面向唔同思想，調順心神，我哋用最至誠嘅心，向大成至誠先師行持行禮，一鞠躬。好，謝謝，多謝老師，多謝，係禮拜。